OK，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。到现在我们进行是 Dark Souls 3部分。好的，我们这上次呢，就是去日本之前呢，有录了我们的 DLC 2 的 DLC 2的第四集，然后也推了一下，就是前说的，就是拿狐狸修女的镰刀破关的进度，打完了角虫沙利万。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进行第五集的部分了。上次在沼泽区后有找到一个萤火，对，可是呢，在那个萤火那附近的一个小门打不开，看来又是从别的地方绕上去了吧。我看一下画面。我不是说嘛，还累个。刚刚把这两个关掉会好一点，因为那两个是 GIF。没好一点了。应该没有其他出口吧。就是换武器。嗯，在打 DLC2 还是就是拿以前拓荒的武器来拓荒。上次我就用这样子往上跑，往上跑，下面这里都还没有找过。我们应该是从那边走下来的吧？刚才那只就是大只的，会喷我们满脸的那一只。没看到，他会说话。会说话哎，哇，小龟竟然会说话，还真的是很稀奇啊。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被射的样子，要打七下。我刚看地上没人，哦，好大只！哎，这只跟那个弓箭阵那只是不是一样的？那边有东西发亮，我先过去捡一下。光辉，被喷满脸。那只大只的。顽强老人灵魂，那刚从哪里下来的？哦，就是那个，
法师。What the？ 对，那只就是跟那个桥上的弓箭阵那只是一样的。哇！明明也可以拿，不知道怎么上去。啊，可是那一只大只好像不吃隐身哦，它好像就算隐身，它也是看得到。屁股太大，没有办法背刺。我是不要再，不要看到最好。啊？什么？这个是那个，就是有那个圣职人员那个在塔里面的。What the fuck？ 嗯，这附近应该就一只吧？整个被就是强制硬吃。才好像奇怪，是大概是有三更新关系吗？我怎么觉得它过场的时候一直跳？上次没有这样。他的视窗在跳，上次从那边走下来的吧。怎样可以上去？哎呦，哎呦，原来是战斗陀螺啊！不过我在楼梯上，你也可以吧？还好。哎呦，我才刚上来也可以。有人有一只小妾，前程都靠在，等到最后才理智上无知。世界始于无知，终归于无。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你无需畏惧黑暗，大胆思量是可以的。哎，这个就跟那个在那个我们刚从那个大桥下来的时候，那个人鼻子长得很像。那杀害血清可怜女孩，承受深渊的怀抱。融于其中，哦，就是那上面那个女的吗？就是因为薄暮，月亮都没有给予如此安稳的感受。你曾无需畏惧黑暗，大胆的思量我可以到。所以其实那个女的，她为了要守护太阳公主，其实也。
这里还可以上去。那我应该先走哪里呢？下面那只大只，我还没有去管它。哇，这地图也好大、哦，天哪！这是哪？好像跟前面地图没有连接。楔形石块，这里哦，应该不会从这下去。那这里做这个是干什么的？一定有用意吧？突然间做这个高塔的地方，可是什么都没有。对吧？不可能吧？现在灵魂山怎么会做这种无聊？就是不是无聊，没有意义的地方？你说一个小角落，哦，完全没有东西就算了。我可能做一个高塔，结果连半个东西都没有。一个楔形石块，有必要这样吗？还叫我们从这里跳下去？应该是要叫我们从这里跳下去吧。戴个眼帽。Appearance。树上面那里干嘛、啊？哇，他做那个塔就没意义了啊！搞不太懂。我已经想去探险了，我不想绿他们了。还有这里不会陷那个陷到土里面去。英雄灵魂，哇，这招其实蛮痛的。对啊，他这样子让我们走上去，但是又没有半点东西。两只。对啊，如果我们从这里下去的话，还是不可逆的。Easy, take easy, ゆっくりしていてね。哇，我的OBS挡掉了。哇，他竟然可以随着火焰瞬移，怎么这么厉害？
看单手剑骑士的强韧度好像低了一点嘛。哦 ，X 开法 ，What the fuck？太小看他了。就像还没有找到一个看起来像真路的地方。下面找着难道没有路吗？应该说在那个大致的后面到底有什么我还不知道。地图上有够大的。我就绕边边绕到大致的后面去看看。刚刚绕墙上是走那一条，我们走这里，应该就遇到那个大致的大智老在那里。过分哦！我打你两下，你就做这招不会血。那弓箭正坑的。我刚就在上面这里死掉了。有两只，有两只，这个出现了。我听到两段咏唱了，不止哦，这里。四只还是五只？嫩白树枝是伪装吗？消耗型伪装，十三刀都打中他的怪。他为什么要背这个？水晶？哦，这个进来。教堂守护者博刀。那是武器吗？还是奇迹之类的？哦，是可以打破它硬直，它就会翻过去了。你是打字没注意到这边吗？这是怪吗？好像不是，应该是长海啊。我听到了不妙的声音。哎，什么王盾守护者？怎么会是你？坏，连你都变小怪了。我不是在王城才解决掉你吗？痛！啊，不是王盾。就在那个什么洛斯里克双王子前面的那个，连你都在。
好想换电脑，但这个电脑被我操成这样子，也是于心不忍。这如果 NPC 可以招的话，应该会轻松一点。为什么呢？你可以多少分散一下，就是那只的注意力。这样它就不会一直激活，同时就有人可以，就是去趁它注意的时候打它。半上之前在桥上的时候，那时候，龙鳞楔形石。哇，他拿双斧，哎呦！我这把应该已经是雷遁了。对，我这把应该是雷遁了。我记得我是拿洛斯里克，对，那招，那招没举证，应该就是挂了。可那招我举证，不知道一当拢不了，因为他是从正上方来的。那最好的方法应该就是躲。我妈想不到他是要回血还是 buff 什么的，原来是都是打架技能的，呵呵。在 DLC 的时候可以发现很多特殊装备。像我们之前不是在这里拿到宠爱三吗？如果可以打败这只，有拿到什么特殊的戒指的话，那已经不错了。好恐怖，哑口无言，受不了啊！
对啊，但是他在看画面的时候，应该会注意到故障的时候，画面就会跳一下。都有什么？我出门前实况开始还不会啊，这一次竟然会这样子跳跳跳的。所以这次他都一直写高 CPU 使用率，可是我刚看的时候才50几%而已啊。这样就高 CPU 使用率，那我这玩 PSO2 的时候就完蛋了。玩 PSO2 也没有跳跳跳啊。GTFI 的时候，顶多也就破图吧。而且我刚刚其实看一下，就比起 CPU G 那个 GPU 用的还比较多。所以说，比较问题是，如果我使用那个显卡来处理画面的话，那声音跟画面就会对不上了。之前试过，但是如果我用那个 CPU 来处理画面的话，就会变成 CPU 的那个效能过高。两难啊！如果用显卡来处理的话，就是之后还要再录一次那个声音。这个会一下我就挂了。我吃一刀就够了。我要挥第二刀的时候，他常常都直接就趁那个空隙，包括哇，那你啊来了，盾骑盾骑。哦，新招哎！我在 BOSS 战的时候没看他用过这一招。破盾，破盾，破盾！又来了！探刀，探刀！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刚刚又探刀了。不是熔铁恶魔，是熔铁猎龙。哇！在二代的时候，熔铁恶魔系列装，那只是熔铁猎龙。传说中猎龙都是用雷来猎的，是不是？这像是遭受土石流的村落的都市的感觉，你们看，通通都被埋在那个泥水底下了。The Dream City， 哎，不对，那个比较像是混沌哦，对不对？没有了，这真是混沌吗？这算是我认识的混沌，有点像那个乌拉西路那种感觉，就是像阿尔托斯身上喷出来的那些东西。我觉得这可能下不去了。大致的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在哪里走走走？我沿着这个边边，可以走到那个小屋，应该不会被他们发现了。我们都这样绕最外一圈过来了。楔形石块。
眼睛应该没那么好吧？那不像那个上身那个弗利丹吗？可是弗利丹不是他们有竖折，有竖折在另外一个地方看。等一下，我怎么听到黑魔女面纱？我有新套装吗？什么黑魔女的？算了，好吧。这里就被关着什么呢？我们被委托的是要杀掉，一只古龙的后裔。这边有东西，可是可能要从另外一边绕。那这边根本是下不去了。对，这地图真够大。我们现在可以走的路有这一条，跟那个。红红的是，就是他。我很多。我跟人影一直过来，你看我换个盾，我换成那个龙纹，龙纹才抗火。哦，那么14万，这边钱真够好赚的。他们跟着我跑，一样绕边边过去，从正中穿过去太危险了。这栋也没上去，刚拿那个搏刀嘛。那只总铁猎龙应该不会起来吧？如果可以起来的话，我想要打他来刷个魂，呵呵。真是越死越远。大只在那里，
这感觉是一栋建筑，然后后面好像有小桥可以连到后面去。这一只骑士先刚 PK，啊，你明明就看到我。掰问其实还好，来啊，来 PK 啊，来互相伤害啊！跳过来，然后怎么突然就用拳头打他？还是武器没换到？哦，原来那招战吼都可以破盾。会推到下去吗？欸，我会不会推下去？我可以推下去。欸，他一只14000欸。欸，我怎么加元素瓶了？欸，奇怪，我记得刚不是有两只吗？哇，还有在上面。来呀，下呀，互相伤害啊！欸，欸，很少火焰啊。哇，我好像被干掉的都是双手剑型干掉的。哎，奇怪，坏！校正守则，当突然间变成1对2的时候，要快逃。就那次吗？那次就是古龙的后裔嘛，所以这里真的是神人。我刚看到小桥是这里，那这一栋有办法上去吗？哎，我刚发出声音。他们知道了。
这有萤火吗？我看一下。但愿有。哦哦，这里就是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捷径，捷径，捷径，捷径 ，nice！ 绕了一圈钟回来了。哦，看我十七万，我先画一画好了。有种说快要打 boss 的感觉，要加什么呢？血量吗？除非把力量补到补到四十好了。体力。后面回来，啊，好，那鱼货都买完了。环境城市街。我是想尽可能降低 CPU 使用了。对啊，我现在只开 Dark Souls 3跟那个 OBS， 我没有开，我没有开 Chrome。啊，桌面也有清空，我连网络都拔了。到底还用什么方法才能？哦，这个就是环境城的骑士们。哦。刚是从那边下来的，这古龙在战后，代表说前面就是太阳公主的地方了吗？
山拿的是龙图温盾。没东西。这些贵都是那个龙帮我清的，大家感谢。那是龙，就是守护太阳公主的龙。有莫王尼特的感觉啊！我现在到底是要去打莫王尼特，还是要去打古龙？一只，真的耶，这跟那个一代的那个骷髅是同一个派系的，那攻击模式都一样。所以这个 DLC 兔战士致敬二代跟一代啊。但不能说致敬，应该说沿用。这些堆土塔跟这些一代的怪都弄出来了。欸，我刚中是掉下来吗？嗯，是吗？我刚刚从这里跳下来的。因为这是一个螺旋梯啦。也来逛，应该不是往下走，太高了。正路在哪里呢？好的，箱子。被戳到了，啊，没有滚掉。这种狭小的空间里面打这一只，啊，也是我跟他贴太近。看一下我们的时间嘛，50分，10分钟哦，我能不能达到 BOSS 还不确定呢。这个进去，
龙鳞楔形石啊。喂白痴哦，你们什么东西啊，白痴哦，冲下去个屁啊。如果你中了东西会呕死，还有这个骷髅不会去复活。所以就是崩塌下去那个地方，哇，算了，就往上走。哦，萤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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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的没真的白痴，他为了这个配啊，是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可得不到爱情的降格。帅，会给他有点帅。啊，想知道那个宝箱味道是什么？如果是武器，我一定会饿死了。而且这代又没有办法投火，对，二代还可以投火，让宝箱重生。
话说这龙当守护者也太不称职了吧？应该说，你是龙真的有挡过谁吗？有，我身为想要亲就是见太阳公主的家伙，你已经挡不下我了。我，葛温，葛温王，啊，这个是那个黑暗灵魂。就是那个原始之火嘛，就是三个分三部分，一个是葛温王，然后一个给伊丽莎斯魔女，另外一个给王尼特，然后再分得一些王灵魂给白龙背叛龙族的白龙西斯，然后剩下的黑暗残渣就是人族捡走了。这个就是黑暗之王 Dark Souls， 可是我拿不到。有一只看起来很强的家伙在前面等着我，这里也没有办法做活。双剑欸，这个就是守护。太阳公主的骑士吗？这是双巨剑使用者吗？为什么二代在使用双巨剑的时候都没帅成这样？有点大了，好吧，那么这一次Dark Souls 3已经差不多了。这次呢，我们从第三萤火呢顺利的绕过了大沼泽，打完了那个熔铁猎龙骑士，然后进到了传说中，就是上面那个女 NPC 跟我们讲说守护太阳公主的。古龙后裔，他所守护这座塔。对，我们刚看那只拿着双巨剑的骑士，后面有一个很像我们在前面看过，就是那个就是女 NPC 躲的那个门。对，所以估计里面应该就是太阳公主了，好吧？那么我们的 Dark Souls 3 DLC 2 The Ring City 就等到下一次第六集的时候再继续吧。不管是看现场看什么都感觉看上，那么我们的Dark Souls 3就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喽。